讲到花灯，你看一八台湾灯会在嘉义，嘉义县政府日前发表灯会的 logo， 观众馆含国风科的学生做花走秀，展示有灯会 logo 的服装，也展现青春时尚活泼的特色。嘉义县政府上午在县府中庭发表2018台湾灯会 logo， 现场由中华馆四零五峰科技大厦美容美发造型设计系学生走秀，展示有灯会 logo 的三顶物品。灯会 logo 设计师陈俊良，嘉义县各乡镇市长、议员等名代到场共享盛举。台湾的这个庙会里面的那个纸灯笼非常非常像，我想如果大家有看到那个庙会的纸灯笼，就是非常多一条一条一条的横线，所以其实我们把这个字放上去，其实我觉得是恰如其分，刚刚好表现出哈哦，我们是真的是非常热情的一个地方哈。那所以这一次呢，这一次的 logo 陈俊良真的设计的太符合我意，23°F通过这里哈，然后点亮嘉义，点亮这一次的灯会。再来，我们这一次还是有一点特色，就是我们是水陆空啊，水陆空。故宫的这个13公顷的这个大水塘，还有故宫晚上的夜景，这个我们有很多水上的这个光影的这个灯，把嘉义的人文地产景把它表现出来。第二呢，我们有第一次有悬空的灯在天空上，在我们皎洁的天空上。再来，我们也有嘉义过去人文地产景的这些在地面上的灯，包括我们的农业、我们的产业、我们的特色文化都会在里面。所以这一次我们的面积也是比过去所有的灯会还要大，50公顷。第三个不一样是我们的这一次灯会期特别长，一般是点灯仪式从元宵节开始，10天，我们多了14天。中华馆指出，每年台湾灯会主打新科技、新技术、新材质，并且结合艺术出展呈现。而且灯会自每年的2月16日到3月11日，展期长达24天，将是台湾灯会有史以来上长的灯会。此外，灯区为嘉义县政府头前太子大道串联到故宫南院，面积达到50公顷以上，首创规划水陆空三个艺术灯区，打破往年的平面形。透过光影变化，带予赏灯游客新的视觉冲击，保证每年台湾灯会将有无同款的感受。新闻，张丽欣，嘉义县采访报道。